小史，我家娜娜生了一只小狗狗，特别可爱。明天你要不要来我家看看狗宝宝呀？好啊，那我明天带雷正子一起去吧。大家看到了吧，我儿子是雷震子的主人，你是雷震子心中最重要的人，所以当小史遇到危险时，雷震子会奋不顾身地跳出来，因为他要保护他最重要的人。刚刚老爷爷也在小黑狗有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，同样小黑狗在老爷爷遇到危险的时候也跳了出来。对，我们都看到了，确实老爷爷才是小黑狗的主人。我不否认你是小黑狗的前主人，但是小狗是单纯的，从小黑狗对你的态度可以看出，你之前并不是一个好主人，甚至你还虐待过它，所以它才会对你这么恐惧。这种人都有，应该把它抓起来。就是。